Hello Thomas， 喂，圣诞就快嚟到啦，咁咧圣诞咧为我哋天主徒嚟讲咧，其实有啲咩意义噶？喺今日嘅社会入边，尤其喺严峻嘅疫情之中，人所缺乏嘅并唔系金钱、物质、口罩呢啲嘢，而系希望、关怀以及爱。作为基督信众嘅我哋，喺呢个耶稣嘅佳节，有冇学习降生成人嘅耶稣，为心灵有缺失嘅人？被社会漠视的人、失望的人带来喜讯，带来一些希望呢？咁对于我来讲真的很有意义的。我知道你家里就设计了一个马槽，其实你为什么会设计这个马槽呢？我的设计理念正正是想表达，香港虽然看落是好像是一个很繁华、很光亮丽的城市，但是在这一切的背后，就是一班很需要帮助的人，他们可能因为曾经犯错，但已经改过自身的苦，更新人士，或者从事这个厌恶性行业，例如好像清洁工人，他们在社会里面受到歧视，也都有些人因为家庭的压力，例如单亲家庭，面对婚姻危机的夫妇，还有些人因为某些原因被迫露宿街头，三餐不计。他们在心灵上面对着心灵上的东西，而那粒星，以及降生成人的婴儿，降生成人的婴儿耶稣发出的光芒，就好像照耀牧羊人一样，将希望透过我们带给将爱带给他们。希望大家一起庆祝圣诞的时候，望到这个马槽都不会忘记我们这一班最小的弟兄，在行动上或者祈祷上都表达对他们的关怀，就让我们在这个将临期好好利用自己有的时间，透过服务祈祷，准备一个地方迎接婴儿耶稣的来临。圣诞节就快到了，那我们都在这里祝大家圣诞快乐，祝大家圣诞快乐。